本地新增213起冠病病例，11起是社区感染病例，累计病例43459起。卫生部的文告指出，截至今天中午12点，新增的11起社区病例中，有6个人是本地公民或永久居民，5个人是工作证持有者，其余病例是住在宿舍的工作准证持有者。卫生部今天晚上将公布更多细节。